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接着呢来看184句。其实这些教诲啊，都是如何观一个人的德行啊，所以要知人呢，首先要会观德。他的德行在哪里展现呢？观德于忍，他对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能忍。顺境善缘，他不起贪着；逆境恶缘，他不起嗔恚。他的德行才能不断向上提升。顺境一贪着啊，他就贪赃枉法了，他就爱慕虚荣了，他就变欲望的奴隶了。所以顺境淘汰人了，逆境磨练人。在这些逆境当中，了凡四训说，受辱不打，被人家侮辱了，不反驳，闻谤不辩，被人家毁谤了呢，他能泰然处之啊，能包容啊，不去啊辩解。这个都是试金石哦，练自己啊忍辱的功夫。所以有一句教诲讲得好，一切法得成于忍。那这些经句啊，都是在境缘当中啊，他能不能守住德行，守住操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句子184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是晏子的教诲。景公问求贤，晏子对曰：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以此数物者取人，则可乎？晏子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也是很有德行的圣贤人。他的国君请教他怎么样才能获得贤人，怎么去判断。晏子对着对话说到了，说通则视其所举，其实这个跟刚刚我们吕氏春秋这些都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他显达的时候看他所推举的人。
这代表啊，他有没有大公无私啊？他不会啊，这个因自己的私心啊，这推举不好的人啊，他也绝对不会啊，去搞朋党。在范公那个时候那个宰相啊就都用自己的人比较多。后来范公很正直啊，画了一个百官图。当时候的宰相叫吕夷简。结果那百官图画出来一大堆都是他的人。那吕夷简也很没风度啊，就很生气啊，就批判范公啊，后来范公就被贬了。但是这些圣贤人呢，人家伤害他毁谤他，他不往心里去，他不跟人呢对立啊，结私怨。所以后来好像这个吕夷简比较落寞了。有一些人以小人之心啊，就会觉得那范公是不是他们这些被他害的人是不是要抓住机会来报复一下其实啊，这些圣贤人对人家的这些恶意啊，心里痕迹都不露，他一心为公啊。这些臣子之间有什么不和不愉快，损伤的不都是国家嘛？而且每个人都是官员啊，底下还带着人，甚至于还影响一批人民啊。那当父母官，父母官的样子才行了。穷则视取所不为啊，他穷困的时候，不得志的时候啊，他还是有节有所，所谓人穷啊，志不穷。只要跟道义不符合的事啊，决定不去做。富则视其所分啊，他有钱之后，看到啊他怎么用钱。你假如富贵了，把钱都留住了，变守财奴。拿着钱在自己家里办私塾照顾整个家族的后代包含邻里乡党读不起书的孩子都到这来那这个钱呢，这花的太值得了。而这个花钱呢孔子呢也提到啊，救急不救贫。他自己不勤奋努力，你还一直给他钱呢，他反而最后懈怠懒惰，然后呢你给他的帮助他视为理所当然。那这个好心啊，可能还造成对方的这个德行上的损失，他视为应该的。所以确实啊，这个时代要帮人呢，从根本上看呢，要教育他做人。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慈善团体啊都说到，他们救济最多的人最多的那个地方最不感恩他们。结果他们很苦恼啊，去问师长。师长啊告诉他们，他连父母都不感恩，他怎么会感恩你呢？所以真正根本的贫穷在哪？在心呢，是非善恶，连做人的根本这些道理都不懂。饮水思源是做人的根本呢，可是他连感恩的根他都没有啊。
百善孝为先。所以夫子这个救急不救贫，他紧急的危难有生命危险，日子过不下去了啊，这个这么紧急啊，要有恻隐之心帮助他啊，思想观念不对，好吃懒做，这个要教育他。好，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好手好脚了，勤不勤奋？哇，好多人就在那个网路面前呢，就泡了一整夜的都有。啊，他那个是思想出了问题了，那是他最急迫的事情。哦，好，那我们看很多教学传统文化教学单位啊，在一些青少年放假的时候啊，还有为青少年啊办传统文化课程。啊，也有看到很多年轻人这浪子回头的例子都有。好，我们看那个圣贤教育改变命运呢，看到不少例子，这救一个都是功德无量啊！把这个人从黑暗当中啊引向光明，还把他全家人呢带向光明啊！尤其在大陆啊。才一个孩子啊，命根子啊，那不懂事，全家愁云惨雾啊！他能遇到这圣教的缘，能够回头，真的不是救一个人而已了，是吧？救了谁？不是救他全家，这个人不知是非啊，他还要伤害多少人啊！哦，所以细细想想。这个有时候 computer 都算不出来，电脑都不好算哦。所以蒙以养正甚功也啊，教育重要啊，越小教越好啊。师哉师哉，童子真命也啊。从事教学工作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太重要了，而且也是啊，教育者肩负着承先启后、承传文化道统的责任。这一个教诲啊，我终身不敢忘啊，这样我才对得起啊，沈牧宇老先生呢、啊、对我的教诲。他一见到我很亲切啊。老者说，当教师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money 了，这个我要写一下，不然大家听误会了。你们怎么配合的这么好，像第一次听一样。哎呀，让我很有灵感。没有前途的行业，但是是最重要的行业啊！假如这个文化没有传下去，没有靠教师传下去，这文化一断呢，五千年的智慧就接不上了。我们快断的时候啊，大家看看现在的社会，多少家庭啊，痛苦啊，烦恼啊，没有未来啊，因为下一代没有教好。我是听完沈老这个话，后来又接触到很多事情啊，百感交集，老人家太苦口婆心了，看得太深远了。我们是全世界最文化悠久啊，最有教育智慧的民族，可是这几代人不传呢、啊、变成最短视的民族。哇，现在全球华人都有发生呢、啊、为了几百块钱，很少的钱，伤害父母，伤害爷爷奶奶，伤害至亲啊。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啊，老祖宗的心在淌血、啊、这么好的文化，全世界唯一传下来的文明。
我们一不传都快断了，乱象丛生。哦，所以神老洞察文化的价值重要性。啊，一代两代没有传呢，中华儿女拥有最悠久历史的，都做出来的行为，让人家都没法讲了。哦，这一些乱伦的行为啊，都已经不是新闻了。哦，所以以祖宗之心为心呢，天下无不知之族人。啊，不知之族人。我们真的以中华炎黄子孙的心境来期许自己，那一定要振兴啊中华文化为自己的己任。好，所以这个现在全世界最危急的就是缺乏圣贤的教诲啊，东方缺乏孔孟啊、儒道释圣人教诲啊，东方西方断了宗教啊、圣经啊这些教诲，这是根本的问题了。好，好，那最后又想到啊，您体会到这个时代使命了啊，好好提升自己啊，再来把你的孩子捐出来。好，我不是来这里抢人的啊，大家不要担心啊，一切顺其自然。不过需要呼吁一下，好，那越小扎他的根基啊，我们这个都是真的都是半瓶子啊，根本就学问差得不得了了。哦，刚好啊，这几天呢，学习啊，我们北京中央党校啊，刘玉立教授。啊，他跟我一样啊，73年的，哦，他是教授啊，而且是中国大陆最高的培养人才的单位，中国中央党校啊，啊，他很有成就，治学非常严谨，啊，所以我这一篇这个知人呢，跟他学习啊。哦，他们有发表了非常多专题，都很精辟啊！大家有空啊，可以上网啊，在五色图网站，哎，哦，他们已经几个人啊，不断的深入群书治要啊，在供养给大众。确实讲的是字字珠玑啊，包含还有一个年轻人啊，30出头而已啊，当时候看到他讲一堂群书之要，非常感佩，他真的是全神贯注下功夫在这一套书，才30出头的年轻人，哦，萧祥建啊，萧总啊，自己还开了一家公司。这专门印圣贤书的公司，他们都有专题演讲。好，那我为什么有这个呼吁呢？因为我这个父母啊，他们到喜宴的场合啊，那我在家族里面是长孙又是长曾孙呢，很多长辈也很关心我。啊，然后很多我父母的朋友啊、同事啊也很疼爱我。啊，这都是托父母的福了。啊，禀北部的福气了。啊，我以前还不懂，以为自己长得还算可爱。
啊，所以人有时候很愚昧，啊，不知道啊，都是父母啊跟人呢 啊施恩德啊，跟人结善缘呢，我们走到哪才有这些长辈疼爱。啊，那有一些亲戚朋友就问呢，哎，你儿子啊在做什么事情啊？啊，我父亲就跟他们讲哦，这些中华文化。哇，他们说哇，这个事情很好，这个社会非常需要。啊，那我爸爸说，那你儿子也来做吧。他说哇，你儿子做就好了，你儿子做就好了。哦，哎，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哎，有更多的父母认知到啊，就有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更早的来投入，更早的来积累啊他的道德学问。哦，那还有一些家长更可贵啊，哦，孩子三岁四岁啊就开始让他们用心的来学来乘船。哦，我那一天遇到一对夫妻啊，都是学啊美术的啊，国画画得很好。女儿四岁，无量寿经已经背起来了。哦，我说你们不简单。那太太因为花很多时间照顾女儿，最后也辞掉工作，全心栽培这个女儿。哦，他们这些取舍啊，这是令人佩服。哦，好，接着呢我们看下一句啊，贫则视其所不取，虽然贫穷啊，对贫穷的人呢，看他是否会取不义之财啊，他临财物苟得啊，不为所动啊，这是非常啊廉洁的人。范仲淹先生他家里很穷啊，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了解到啊，他一天吃什么呢？就煮一锅粥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呢天气冷了，煮完之后他就结成块，切成四块啊，一天吃。哦，我们现在啊还四菜一汤五菜一汤啊，他这样吃了好几年了。啊，他德行很好，人家特别佩服他。有一个同学的父母亲特别敬佩他，办了一桌酒席啊请他吃。他没吃。哇，当然这个长辈他看得不赏脸啊，很难受啊。他非常恭敬的呢对这个长辈讲说，感谢他的盛情，但是啊他怕自己啊吃了这一顿以后啊再回来吃不下了。哇，这个长辈一定很感动啊，他这个格物的功夫啊下到这种份上啊，所以财色名食睡啊都是诱惑。他在一所佛寺读书，偶然的机会发现呢一坛的金子啊，他那么穷啊不为所动啊，把它买好。这贫则视其所不取啊。哦，这讲到这里啊，差太远了。小时候在路上捡到一块钱呢，高兴得不得了，赶快跑去买糖果。哦，差距太大了哦。哦，所以这些句子啊，这回想自己的过去啊，这非常汗颜，也觉得很羞耻啊。那包含啊，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啊，老师生产
请了个代课老师来，这个代课老师特别疼我，后来呢我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恃宠而骄，对同学就很娇慢，叫通则视其所举，这个自己受到老师重视之后 反而对于这些朋友啊态度都变，最后惹得众叛亲离，哇，一些很好的朋友啊都不想理我了，最后才大梦初醒，开始痛定思痛，怎么把人际关系搞成这样啊，那是我五年级的时候发生，小学五年级发生的事情。所以观察到遇到很多境界啊，自己很多习气啊都冒出来了，扶不住了。好啊，所以从五年级那个时候就比较警惕关照自己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再起这种傲慢呢？那也不能对人呢，乱发脾气。结果一调啊，又调得太敏感。同学哪个表情不对劲了，我都战战兢兢了，我刚刚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让他不高兴了。所以我初中那个时候就又有一点调到太敏感，而刚好呢女同学在那一段时间一天里面呢晴时多云偶阵雨，一天呢脸部表情变化莫测，害我人际关系的压力挺大的，最后终于整理出规律，原来女孩子她差不多一个周期呢脾气就会不好，我就比较释怀一点，原来不是我的问题。这个了解以后比较能够体恤比较能够包容，包含呢对自己的母亲啊，对自己的姐姐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家里女性比较多，就比较对女性这些情况她生活种种比较能够观察得到。幸好没有变得女人腔。姐姐太多有时候又走路还这个像女生那也不行齁。当然这个要感谢我爸爸常常陪伴我。父亲呢是天呢很有阳刚气就不受影响。假如父亲常常不在家里都是姐姐,very dangerous. 我有看过同学就是这样的。好。再来又分析到夫上难静而易退也。最难得的人才他反而很难请他出世。但是呢只要理念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他不谋任何私利，他马上腐朽而去，他不会有丝毫的贪恋，所以难进而易退。诸葛孔明就是例子。孔明先生有辅佐天下之才能，可是你看他在这个卧龙这么久的时间了都没有出来。他是淡泊以明志他这个格物的功夫很好宁静以致远。他看得很深远，缘分不成熟他决定不会轻动。当他遇到孔明遇到刘备
关键在哪？关键在啊，刘备有爱民之心啊，而且呢，不只有爱心，还恭敬尊贤啊。所以一个人的德行啊，从爱敬去看很准。了凡四训里面讲的积功累德、爱敬存心重要，所有的善行都离不开爱敬存心。这一份仁慈，加上呢，这一份尊贤的态度，就沉静的心啊，感动了孔明，然后带着他的古琴，背着他的佩剑，就出来表演了一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君臣之义呀。哇，这孔明报一个知遇之恩呢、都是竭尽全力啊！这一说到忠啊，就想到孔明啊。他是一出来啊，就在危难当中啊，20多年的岁月。而这一次啊，我们跟着师长到斯里兰卡啊，是总统先生啊邀请师长啊，这个总统先生呢待人非常的诚恳，我听他演讲啊，速度流眼泪啊，第一次见面呢，那个诚恳呢，在他的举手投足当中流露出来，这个骗不了人的，而且他是总统哎，不要说总统了。这个一般官员他假如有点势力了，连跟人家握手都不看人了。哇，这个总统一国之长讲话这么恭敬，哇，面对这些法师啊，都以学生的态度来请教。哇，面对师长以学生的态度，那师长拿知无不言呢，言无不尽啊，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啊。哇，那个教育部长也一起来请教啊。啊，那师长也很感动啊。老人家14岁就在想啊，怎么让天下人读圣贤书啊，因为自己失学啊。72年之后到了斯里兰卡才了解到这个国家从小到读到大学全部国家出钱免费的。哇，老人家很感动啊。有一个国家把教育摆在第一位。读书一辈子读书都是国家出钱的、那这个国家的支出什么摆第一啊？教育啊，真正符合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个爱人民啊看得很深远啊。所以这个真诚恭敬，对他的属下也很恭敬。我们刚好坐在他们重要官员的后面呢，那总统先生一走过来，他们全体起立，你光看他的那个动作啊，做得太自然了，那个不是勉强的，所以他们君臣之间那个互动啊，是一个很美的诗篇。不止在开会的时候看到，吃饭的时候也是。他底下的人呢，恭恭敬敬的要用给他。这个总统马上把用的拿给师长，拿给贵宾先吃。哇，这个总统都在表演给他底下的人看，以客为尊呢、所以这种真诚恭敬又有爱民之心呢、
难进易退的人呢，都会为他出山呐、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总统啊，现在要礼请师长啊，到斯里兰卡长期讲经啊，不得了啊！你想多少人会出山相助啊？上行下效啊，他一个国家元首重视圣教啊，老百姓都很感恩他的总统。我们从老百姓的口里觉得他们有福气啊，能有这样的总统啊。老百姓很有见地还跟我们讲不要发展得太快。一般很多社会一接触到商业的发展，哇，拼命赚钱，把赚钱摆在第一位。他们的老百姓知道啊，人生最大的意义啊，是智慧的提升，是灵性的提升，而不是拼命追逐物质的欲望啊。晚上的时候啊，基本上商店呢、都不开，他们重视家庭伦理。台湾有一阵子有一个重要的口号啊，叫爸爸回家吃晚饭。吃饭重不重要？一个家庭里的凝聚力感情啊，就靠这一顿晚饭啊。早饭一般时间比较紧迫了就回去了。能够谈谈心能够互相关心啊，就靠这个晚饭。我当时候看电视在那里讲爸爸回家吃晚饭，我说对呀、爸爸常基本上都回家吃晚饭呢，这个还要强调吗？后来我念高中才知道很多爸爸不回家吃晚饭。后来真的觉得很感恩父母啊，而且啊，一个人有浓浓的父母爱，这个人一辈子不匮乏，因为他的喜悦啊，他的幸福感是从内心涌出来的，他也不跟人家攀比。比我有钱的同学太多了，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台湾十大首富之一的独生子跟我是同学啊，我也不跟他攀比啊，是吧？当然他穿的也很朴素了，这不简单哦，他家教好哦。我找不到工作也没去找他。人穷志不穷不求人，要求己求自己。我们当时候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家里很有钱呢，光是什么 Nike Reebok 什么艾迪达的，哇，七八双啊，那会带动攀比啊。但是呢，家庭温暖的人呢、不会随这个风气。我们家开的车，我爸爸买的，人家开十年的，那个后面的椅子都是歪一边的，我们三个姐弟挤在一起很温暖，从来也不会跟父母 complain 说啊，怎么没有好一点的车子？没有，父母那个心我们都能体会啊，他已经竭尽全力了。所以真的，我们姐弟谈起来都是觉得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此生足矣。就出来社会啊，不会要求人家要对我们好。不会因为一个情感的问题啊，跟人家闹情绪。因为没有求嘛，因为自己不觉得匮乏，就没有那些困扰痛苦。
这个都要感谢父母啊，因为他给我们的爱就是无求的。哎，我们也没学到要跟人家讨人情，反而落得啊身心清安。所以陪伴孩子成长啊，塑造他健康的人格，他受用一辈子。所以爸爸回家吃晚饭，我听说这个时代连妈妈都不回家吃晚饭啊。慎思的时代到了啊，人生的智慧啊，在取舍，在轻重缓急的拿捏啊，孰轻孰重都要分辨得出来。好，而这个斯里兰卡总统的至诚呢，他还平等恭敬，这个令人佩服。他不只对有德的人，对曾经跟他敌对的叛军，还是用真诚恭敬感同。有一个叛军首领啊，他对他讲，你也是被人家利用的。我希望你能为国家做出贡献，赦免他呢。哇，他曾经在一次事件当中啊，杀了几百个军民啊。更令人动容的是，不止总统赦免他，这被杀的几百个人的家属，还有是当了这个叛军领袖的下属，都包容他。我们有机会啊，问到这些家属，他说，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胸怀，我们这个国家能结束30年的内战吗？哇，上好义啊，上好人，下好义啊。我听到这些故事很感动啊，我以为这些故事是在古代听得到的，现代还是真的依教奉行啊，都能表演出这样的精彩啊，让人感佩的情节。所以有一个叛军领袖啊，是国家重新安置的副部长，另外一个领袖啊，是东部啊一个省的首席部长啊，还是重用这些人，化敌为友。其次易进而易退啊，其次的人才啊，是不难请他出来当官啊，但世人啊，假如理念不合啊，他也容易啊隐退啊。其下易进而难退，最下等的呢，是他很容易啊出来当官啊，那可要考虑到他出来当官的目的啦。他假如是为了谋自己的私利啊名利，他谋到了，他就不轻易放手啦。现在有一些政治比较腐败的地方，拿钱出来买官呢、那他当官的目的是什么？赚更多钱呢、那就鱼肉乡民了，那不得了，那不行，不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所以他意境啊难退，他抓住了谋取名利的机会了，你要叫他放下，谈何容易呢？所以急于出来当官呢，他不愿意放下这个功名。这一句啊，我们再翻到87页啊，再翻一页，191句啊，
也说明了你对这样的人才要会观察，他就是易进而难退，这个是在《论语》里面的教诲。说到啊，彼夫可与世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这个彼夫呢，是指啊没有品性、庸俗的人。从那里看出来，最吸引他的是财色名食的欲望，这个就是鄙俗的人，他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样的人怎么侍奉国君，为国为民谋福祉？不可能啊。他呢，未得到这个官位的时候啊，想尽一切方法要得到，哦，去攀很多关系呀，生怕自己没有能够谋到这个官职，所以未得之啊，也患得之；既得之啊，患失之。啊，他已经谋到这个官位了，他又很怕自己失掉，他非常留恋、贪恋。他怕失去了，那就麻烦了，他会用尽一切方法来谋他的私欲，甚至还想爬更高，官位。所以果患失之，如果他忧心失掉这个官位的话，那无所不至矣，那他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那些奸臣，待会我们会分析他的人格特质，那真的是谋害忠良啊，不计其数啊！像为什么有安史之乱啊？那个安禄山啊，李林甫啊，那都李林甫掌握大权呢。可是他口蜜腹剑呢，这个人很奸诈狡猾，然后又用他的亲信啊，他的朋党的势力特别大，那在历史当中啊，这都有记载啊，他们谋害忠良，但最后都死得很惨，恶有恶报嘛。但是他面对名利啊，他就昏了头了，他不会去想那个果报了，所以就无所不至矣了。我们看每一个历史，包含明朝严嵩，那是个大奸臣，明朝几乎被他给搞垮了啊。那夫子这句话真的就是举足轻重了啊，这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不是虚言啊，这真的。好，所以其下易进而难退，他苟患失之，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啊，去贪求。那从这里也可以提醒我们，你用一个重要的人才当然从他的家庭，他有没有孝顺父母，有爱兄弟，跟朋友那么团结和谐，又有道义这个《大学》里面都有讲信这个祸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他跟朋友处得不好，那他也真的很难集合众人之力把上级的事、把公家的事办好。他跟人不和谐，现在又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要团结朋友，所以观察他跟朋友
哎，他跟朋友处得很好，还不一定是真有德行。啊，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他不孝顺父母，那他还是在搞人际关系，要谋他的名利啊。哦，你看到大学这些经卷，佩服啊！圣人通达人性，都看到根本，不是看到相上。哦，那其中有一个特质，就是你观察那个最谦退、最退让的那个人，啊，这个人很可能是人才。为什么？他对名利完全退让，他最在乎的是什么？是老百姓啊！他对这些名利连心里痕迹都不露啊，沾都不沾边啊。哦，哎，所以孙中山先生有一句话我特别感佩，哦，所以孩子从小要看传记啊，我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幸好有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国父传》，啊，就看孙中山先生怎么这个建立啊，啊，国家，啊，然后真的是带领团队，啊，这孙先生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啊，他一生也是，确实是，也是鞠躬尽瘁啊。好，他老人家讲了，宁愿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啊，大事是什么？真正能利益百姓、利益千秋的大事，哪怕没有名利可图，全心全意去做。哦，所以这个就他名利都退让，但是有责任啊，没有报酬的他都把他扛起来啊，该退让退，该扛责任他扛，这样的人是人才，他无欲则刚。有些人退让哦，他不敢承担，那也不行。哎，就刚刚讲的柔而立，你柔和，但是要有承担啊！刚刚那个九德当中啊，都有提到。好，我们在德育故事里面也讲到啊，有一个将军叫大树将军啊，东汉光武帝啊，大家在那里论功行赏啊，他一句话都没讲。跑到一棵大树下啊，坐下来。哎，很有意思啊，以前的人虽然在那里争啊，都读过圣贤书，看到不争的人啊，不好意思了啊。后来皇帝很有智慧啊，封冯异将军叫大树将军。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好像遇到姓冯的人都比较退让啊，我应该叫他回去查查族谱啊，是不是有血脉传承啊。我又有一次遇到两个总经理啊，他们都说啊，我们做得不好啦，我们底下的人做得好啊。我一听说，哎呦，这个话怎么很像刘邦讲的话，哎，你们两个都姓刘。我那个刘邦说啊，我得天下啊，就是韩信、萧何、刘邦他们的功劳啊，这个颇有祖上之风。以此树物者取人啊，用这些办法、这些原理原则啊，来考核选拔人才啊，岂可乎？大概啊，没问题啊，不会啊，有太大的闪失。这些都属于啊，从德行啊，从观德与忍来判断这些人。好，
接着呢，我们看下一句啊，《史记》当中的教诲啊，185句。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无者足以定之矣。这在《史记》上记载啊，你从这五点看呢、啊，足以确定宰相的人才啊、哦。所以这五个标准呢非常重要。我们看一开始，讲到的居啊，这平常闲居的时候啊，视其所亲，那是亲近圣贤人啊。比方说他喜欢看连续剧啊，都是情啊爱呀 啊那些看了看也不会胸怀大志的骗子啊啊，当然看孔子传是可以的哎，啊，那一天遇到一个企业家，他挺有钱的。我跟他说，范仲淹是千古完人，怎么没有人拍他的传记呢？哦，我看他有点心动。哦，这个有时候我就扇扇风啊，点点火，那个戏剧给人感动很深呢、啊。现在人悟性不高啊，你叫他读文言文他还得先背50篇的、啊、你让他看这个戏剧啊，他演的传神，每个动作入他的心啊。哦，所以以前为什么教化老百姓这么有效果，都是这些艺人啊，演戏的人啊，都把忠孝节义演出来啊。以前中国的老百姓谁不知道岳飞啊，谁不知道杨家将，谁不知道关公，没人不知道了，不识字的人都知道，就靠这个这些艺术的教化、哦哦、所以看他清静、哦、曾国藩先生每天看10页历史，哇，不简单。历史啊，是每一代圣贤人的表演啊，又有经教在里面，又有带表演，啊，特别让人看得印象深刻，啊，我们在读那个德育课本，哦，那768则圣贤人，我们刚刚的大树将军就是里面看到的。所以古人讲啊，以友辅仁啊，亲父善友，如误入中行，虽不失一啊，时时有嫩啊。他上交古人呢、啊，要广交天下治世仁人啊。他每天呢、啊，善友为一啊，德日敬，过日少啊。所以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良师益友啊，啊，所以从他的朋友啊来观察，啊，这是方以类聚了啊，物以群分。《吕氏春秋》当中啊，我们曾经也讲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就是在楚国有一个很会算命的人，而且他看人呢、啊、从来没有失算过。楚王听到之后 啊就把他请过来请教他。他说啊，他说君王啊，我并不是很会看相啊，我是了解这个人之后啊，多去观察他的朋友。好，所以一般呢，观察一个平民，假如他的朋友啊都是孝悌的人，都是非常尊重兄长，然后很厚道，很谨慎，
然后遵纪守法，不会乱来的。他是旁边都是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他的家庭啊，一定会越来越富足。啊，他交这样的朋友啊，他德行很稳定啊，啊，做人做事一定一直提升呢，所以他的家会兴旺。啊，他自己啊，身必日安。啊，他也学而时机之不亦乐乎啊！啊，他身心一天比一天安乐，所以他是吉祥的人啊，我这么判断怎么会错呢？假如他是一个为官的人啊，他侍奉君王，他身边的朋友啊，通通都是诚实守信，而且呀、啊，都是德行高尚。乐善好施、哦、像这样的为官者、啊、他侍奉君王、啊啊、每天呢君王会得力、啊、他自己也会不断提升、啊、他的官位 啊因为他利益君王利益国家、啊、福报越修越大啊，所以有得很多留名青史的，最后都当到中央级干部啊，当宰相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他这个是什么呢？想上天给他的爵位，叫天爵。大家记不记得孟子讲到了这个真理？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天爵也，他只要是这样处事的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夺掉他的富贵啊！那是上天管他的、哦哎、这一个领导者不重用他，自有下一个更好的位置等着他、啊、他的福报任何人都夺不走。好，所以人假如了解到自己的富贵是靠自己去修的，他就不会患得患失。啊，所谓逆命者天呢，造命呢是自己决定的。造命者天呢，逆命是自己。好，所以他官职一天一天晋升呢。这个就是吉祥的官员。再来呢，观察这个君王，朝廷里面呢都是贤德之人，身边的近臣呢都是忠臣不谄媚的人，君主有过失啊，都敢于啊犯言直谏。像这样的君王啊，他的国家呢会越来越昌盛、哦、然后天下的百姓啊越来越佩服他，这个就是吉祥的君王、哦、所以呢我呢不是啊会看人，是会观他的朋友，观他身边的人。哎，这个人讲话很有智慧啊，他把讲君王摆在哪里？摆在后面啊，先讲了让君王觉得嗯有道理了，最后啊再推一把哦，就把楚庄王啊给劝通了啊，庄王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马上广收贤德之人，而且自己啊日夜不懈用心办政治，最后啊成为春秋五霸。这个应该是春秋五霸最后啊，这个楚庄王跟齐桓哎秦穆公啊他们都不简单。好，这个是居士其所亲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在吕氏春秋里面啊，同样的呢再复习一个例子啊，刚刚也有稍微提到了。不是
说愿呢是孔子家语。孔子讲了，吾死之后啊，则伤也日益，事也日损。所以曾子请教了，何谓也？为什么呢？伤也好与贤及之处，喜欢跟呢比自己贤德的人在一起。次也好乐不如己者，跟不如自己的人他很高兴，他们都听他讲。所以不知其子是其父，不知其人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所使。你不了解这个领导人，看他用的人就知道，他都只用听他话的人，可能他就不容易接受劝谏了。所以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然之室，久而不闻其详，即与之化也。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大家要了解，人会不知不觉受影响。你身边的人是怎样的人，久了以后啊，你的标准就是身边这个标准。假如你身边都是很有德的人，你不知不觉你在思维都是要求自己要以这个标准。所以最后这句话讲，是以君子必慎其所愚者也。君子对于他所结交的人呢，非常慎重。所以有一句读书人讲的话非常好，君子忌苟合，择交如求师。君子啊，对结交朋友非常慎重，不会苟且随便。交朋友啊，就像在找一个好老师一样的慎重。好，接着呢，父视其所与，看他富裕的时候啊，这个与有两个解释，与给予，看到他有没有在做布施。广施这个恩德啊，给困难的人。我们看到这《了凡四训》里面莆田灵寺有老母好善，每天都做粉团呢，送给挨饿的人。你看这个施的好啊，后代子孙呢享福报啊，当官的人有一身麻子一身的芝麻有多少。所以师长老人家有讲到，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建瓯啊，在福建北部啊，真的那时候公务员考试啊，真的还是无灵不开榜行了几百年所以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父视其所与。那范公这一点呢，做得淋漓尽致。他死的那一天连棺材都买不上，他没有储蓄多余的钱，唯有施贫活足之意。救济家族，救济贫苦，这一份道义传给他的子孙。这父视其所与。另外呢，这个与还有我们刚刚讲，君子必慎其所与，就是交往的对象。他一有钱的，他跟有道德的人交往。他不是有铜臭味，不是去攀一些富贵的人官商勾结了，那就可以从这些地方去判断。人有时候一有地位一有钱眼睛都长在头顶上了。你要跟他讲几句话，他还要先看看你的名片才可以了。那就
在富贵当中啊染着了就不好了。其实这样的人呢、啊、活得很累的了。达视其所举啊，显达的时候看他所推举的人。穷视其所不为啊，这个在前面呢、啊、都有重视到。啊，穷困的时候看他志还是气节还是在的，所以他不会去做不义之事。好，贫视其所不取啊，贫贱的时候看他呢也廉洁不苟得。好，所以五者足以定之矣啊，这五点足以确定宰相的人选。好，我们接着来看186句。啊，这个是姜太公啊，这个周朝的太师啊，这都是顶尖有智慧的人啊。他讲到啊，判别人才的标准。他说一曰为察问之以言啊，从哪些地方观察呢啊，问之以言观其辞啊，向他提出问题，观察他在谈论这些问题啊，他思考符不符合逻辑哦，会不会讲话呢跳来跳去的哦，哎，周不周密？哎，人才言语周密很重要嘞。他话讲漏了，讲错了，该守密的时候不守了，都会出现问题，甚至节外生枝啊！啊，事以密成非常重要。啊，该低调的事情、守密的事情，他太张扬了，啊，无形当中啊，增加很多嫉妒障碍。这个不能怪别人呢、啊，那是自己做事言语不谨慎呐、啊。好，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啊，在跟他应对的时候啊。追根问底，哦哦，然后问他呢，一个接一个，啊，看他能不能从容应对，啊，从容的应变，啊，还是你问了他，马上那个言语就急促起来了，啊，定不下来了，啊，这个定啊很重要，啊，尤其重要的。人才啊，有时候要代表国家啊，出外出使啊，这个应对进退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好，哦，像这个诸葛孔明，舌战吴国群儒啊，那个是太厉害了。那个没有胸中有韬略，胸中都是把这些五经十三经烂熟于胸啊，这个不可能办得到的。他那个理要贯通的人才能够应对这么多的质问，都能够从容表达。哦，这个讲是很简单的啊。哦，这发现自己啊台上啊，好像论理啊，啊，还有这个祖宗保佑啊，还可以，啊，论一下，啊，真正处事遇到事情呢，应对进退啊，好像，容易啊，起伏不定，哦，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看到自己啊，理有顿悟啊。事还要渐修啊，哦，哎，
说哎，人要敢作敢为，敢于承担，哎，自己遇到一些事情，有时候还对，哎，你帮我去讲，帮我去讲，哎，自己还是有这些退缩啊，哦，哎，处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不够圆融啊，想的不够周到啊，啊，这世事洞明，集学问呢，人情练达，皆文章啊。哦，我以前很幸运呢，啊，有机会，哦，看，哎，啊，我的这个长者啊，卢叔叔处理事情啊，哇，看傻眼了，啊，哦，那个真是韬略在胸中啊，那处理事情从容应对，哦，任何很急促的事情来，那个人急得不得了，啊，他先笑着对他说：“慢慢讲，慢慢讲。”然后他训练他的孩子哦，那孩子年纪还小啊，遇到一些事情跟人家冲突了，在那里然后就咬字不清了。但孩子别哭，别哭，讲清楚，讲清楚，他一点都不浮躁，他一定啊，那孩子也变得不哭了。哦，那也跟他一句一句讲清楚了。这言语都要训练呢，啊。哦，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在应对事情都有大将之才，那个都培养十几年的了。哎，哦，所以看到，哎，啊，我这一位长者，啊，在带人呢，啊，再看看自己，啊。我真是误人子弟太多了，啊，真的是惭愧啊，无地自容啊！希望赶紧加紧努力啊，戴罪立功啊！哦，这个是真的客观的状况，哦，跟我们走在一起的那个都是父母啊，包含他个人认同圣教啊。这样的缘都是不一般的，啊，我自己没智慧，提升太慢，确实对不起他们，哦，所以这些句子啊，再看看自己啊，啊，讲给别人听啊，我自己言语的修养、应对的智慧啊，都严重不足，啊，包含三者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啊，就是暗中调查了解他处事待人，啊，看他言行一步一致，啊，忠不忠诚，啊，这个包含呢，啊，就是其实也是我们评判的一个重点，就是言故行，行故言，啊，君子胡不躁躁耳，啊，这个在中庸里面讲到，啊，一个有德之人，他要讲话以前他要考虑我做不做得到，他不轻易答应人家，哦，所以凡出言信为先，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他很慎重，他真答应你了，哪怕他头破血流他都会实现成。那信固言，啊，他也时时啊要求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他自己所说的话，啊，假如言过其实啊，他会觉得自己很惭愧，啊，所以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哦，所以这个观察。言行一步一致，人前人后一步一致，领导前跟领导后一步一致，哦，哎，老师前跟老师后一步一致，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来，甚至于说对一切人一步一致，
啊，我曾经啊，这个见识啊，很不足。啊，有一次啊，这个，卢叔叔啊，跟我谈到事情。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我说他这个人很好啊。啊，长辈问我，你怎么知道？他对我很好啊。啊，卢叔叔看着我，他是对你呀，对别人呢。啊，我才恍然大悟，你看见识这么短浅啊，为情所障啊。哦，他对我好，我就说他是好人，我也挺容易被买通的，太危险了。哦，所以这个观察就很重要了。他对一切人有爱敬，这才是真正的修养。尤其你看那些不起眼的人，他一样恭敬，你才判断得准啊。哦，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他常常感谢人家。哦，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哦，用一些明确直接的这些问题啊，来询问他。啊，有时候一些直接的问题啊，顾面子的人哦，他会突然间在舌头会打结呢，因为他不好受啊。可是坦诚的人不会，他心里没鬼。哦，他效法那个司马光先生，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遇人者。你一些太直接的话，他也会很坦率的跟你谈。哦，有时候很在乎一些事情啊，你有忌讳的时候啊，人家一问呢，啊，你马上要不生气了，恼羞成怒啊，要不就说不出话来了。哦，所以他都没有隐瞒，没有闪躲啊，也没有避重就轻。坦率回答，这个观一个人的坦诚，坦诚很重要啊，他才能跟人交心啊，他才能凝聚人心啊。而你表面很恭敬啊，对人不坦率，交不到真朋友，也带不了底下人的心。好，这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贪，你让他支配财物，啊，观察他会不会有贪污的现象。这个贪不只是贪钱哦，他可以支配东西的时候啊，有些人不贪钱哦，他贪人情哦，哇，他喜欢哇，每个人都很感谢他哦，他会借这个权益哦。用他的这个好恶去给人方便哦，然后他不喜欢的人哦，他就不给人家，他不平等哦。哦，哎，他不贪任何一个物品哦，但是他用他管的东西啊，在攀援哦。哦，这个都要观察得到。到最后人家还得看他脸色啊，才拿得到东西，就麻烦了。哦，六曰视之以色，以观其真。啊，用女色啊，诱惑他的时候，看到他能不能守得住节操。哦，哦，所以这一关呢，很多素质不错的人呢，啊，在这一关都一失足成。千古恨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哦，所以，圣哲人留了很多方法给我们。啊，年龄跟母亲仿佛的，要当母亲一样看。啊，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当姐妹看，比自己小的当女儿看。这个欲念呢，可以转。哦，
包含呢要不净观。哦，这个狄仁杰先生用得很好，唐朝的一位名宰相。啊，这不净观呢，啊，女人长得再漂亮啊，七孔都出不净之物，是吧？哦，其实打个比喻呢，就是有一个花瓶呢，里面装大便。我讲的比较露骨啊，其实人就是外面一层皮啊，里面是什么脓血啊、污秽啊、粪便啊、屎尿啊，还有什么？这人这怎么这么愚昧，就被一层皮就骗掉了？哪个女人三天不洗澡还很香呢？这七孔都出不洁之物了，哎，所以人愚痴就愚痴到。就被这个假象就骗得把自己的人生毁了，又对不起另一半，把家都给毁掉了。所以看到漂亮的女生要当毒蛇看，她会一口把你的人生给咬掉。现在你假如能提起来，你看到美女，很有警觉性啊。好，当然呢，这个面对女色啊，防微杜渐，要守礼教啊，你不要在那里好，没关系，试看看，古来征战几人回啊？那个鲁国有一个读书人啊，一个女子，一个寡妇啊。这个房子被风给吹倒了，啊，他跑到隔壁这个书生，一直敲门，赶快让我进去呀，啊，哦，不然我都在风吹雨打当中，那读书人死都不开门了，啊，后来那个女人骂他，你没有听过柳下惠吗？啊，柳下惠怕一个女子冻死啊，在城门外坐怀不乱呢，啊，抱了那个女子一整夜呀，啊。啊，那个人死都不开门，那真仁慈啊，真挚爱又爱人啊，他知道自己有几两重，一开就完了，害了自己又害了对方的名节啊。孔子听了这个人的故事说，这个人是学柳下惠学的最像的啊。孔子太有智慧了，抓住这个机会教育点了，不然我们都学像了。好，柳下惠坐怀不乱，马上乱。所以你守礼教呢，不单独跟一个女子在一起，这也是爱护她哦。你在里面什么情况，人家要毁谤她，不就一辈子都受到这个侮辱吗？那你怎么是爱护她呢？哦，所以这些啊，在团体当中啊，都要守礼啊，这是挚爱跟爱人。而且人跟人的缘分呢，很难讲啊。有时候缘分太深呢，你的定功不足会出事，但是你守礼就不会出事情。哦，再来呢，告之以难，观其勇。啊，把危难的事情告诉他，他还勇于去承担，不退缩，可以观察到这个人的忠勇。八曰啊，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啊，跟他一起喝酒，刚好呢，他喝醉了，啊，看呢，在醉中啊，会不会胡言乱语？啊，这动作轻浮。他醉中的时候啊，就他的定力假如不够啊，这些行为就会出来。啊，假如这个人喝。醉态的时候呢，还是很有君子之风，也挺有功夫的。那我们看自己还有一个看法，梦中会不会啊有邪思，有不好的言行？这个是自我勘验的。哦，好，好，而这一些状态啊，
在什么时候啊，练自己的戒定，都是平常在用功，遇到境界啊，才能从容，才能毅力不摇哦。你平常不下功夫啊，平常不练兵啊，面对情况一定是兵败如山倒。好，所以八珍皆备，这八种检验呢、啊，都能够用上了，都能观察判断。那一个人贤明或者不孝，就能判断出来。好，所以择贤不孝别矣。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这一句啊，啊，他从听人家的言，看人家做事啊，他的行为来判断，啊，这观德、观言、观事啊，观他的行为啊，包含啊，观他的相貌，也相由心生呢、啊，这些都可以观察得到。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